九十年代女性抬头，时装上面都流行事业女性的造型。去年起，无论是欧美抑或韩风，都再次盛行 Gentle Woman Look。今季要打扮女强人的造型，细节上面要注意边几点啦？Gentle Woman Look 当然不少得一套套装啦，简单色就比有图案的好，因为感觉上面会比较young，而且灰绿是今季流行的颜色之一。首饰方面就应该揀同色调简约的风格，感觉会比较同一些。店主话今次去到韩国，留意到今季流行 V 领的恤衫。宽阔的 V 领露出锁骨，显瘦之余，中性打扮又不失女人味。嗱，如果严肃衫西裤太过严肃的话，就可以揀一条短的西裤，打造 boyish 的感觉，再绑上一条今季不可或缺的幼丝巾，就即刻展现刚柔并重的女人魅力了。